也，难事啊，兄弟。完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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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撤！感谢云深不知处。兄弟们，这波3000块现金红包，还有3分钟就开奖了，还有3分钟就开奖了。现在只有38个兄弟参与了我们这轮的抽奖啊！怎么还塔杀一个呢？看不到礼物，想送，好像网页端有，网页端有，我也不知道没有，我早知道没有我不抽这个了，参与不了，这都，这不耽误你们发财了吗？要更新一下软件就有了。多兰剑，我现在是一手800块。更新也没有，那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。那些能送的都是怎么回事？都有特权呢？网页应该有，我都有，你干啥没有啊？还有1分钟了啊！还有1分钟了。他是新出的这玩意儿，这波我跟这个刀锋薛飞这得好好打一下。蓝都没有了吧？好帅哦！直接闪！你够蓝吗？致命点燃！给劝退了，还行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感谢，恭喜虎哥中奖。谢谢转角遇到等待，还有10分钟，啊，不是10秒钟了。那个一中就中吧。又成满汉全席？什么满汉全席？有点厉害啊！给老板整个2500。2500还是3000？我也忘了。2500。
哎，稻草人来了。哎，死！太吓人了。三千呢？哎，无所谓嘛，给老板整个。等会儿。吸死了吧，可以。既然今天第一个满汉全席，给老板整个三千，真是。三千，要还有的人能出，还三千，行不行？三千。先来个小锤儿。等会儿我没过去呢，稍微等一会儿。成交，呵呵，成交。一会儿我过去把他塔皮给他吃了，塔皮剩四滴血，可还行啊。我觉得刀锋这个英雄真应该学一下，他能一套技能直接把人给秒了，他如果都中的话，他就中俩就行，中个 E 中个 R， 只要没躲开，一套技能直接秒。我们虽然杀了他几回，但是还没有到那种就是能随便跟他打的地步，所以不着急，先等个大招。右边插个眼儿，12秒有大，薛微等一会儿。这波他五成被动，不太好杀，往后拉一下。他现在没有闪现，我们想杀他可以杀。等他被动啊！卡一手线儿，把兵线控在这个位置，让他跟我们打，直接上 EQR 接点炎 ，A 接 W 的接 QR 转起来。都死，没有大杀不了我，走位失败了。谢谢默默的小怪兽，感谢感谢感谢。一换一，哎，一换二，我操，可以啊。刀锋没被动，打野现在在中路。其实我觉得稻草人的英雄挺猛的，伤害高，想越塔可以越。像这刀锋这么点血，越塔基本上是随便越。nice 啊，我马上倒上去。上路的线儿这一波可以不要，我要这个红。不要了，这波线给他了。红的经验应该也差不了太多，一波兵吧，真是。然后我还可以再打个血，那这样我们还赚了。
刚才不能放 E， 刚才放 E， 我个人感觉这个塔皮应该是不能掉。往上走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两个打一个还能让我杀一个，这你搁这玩啥呢？我亏死了，回家天天就这一个皮肤吗？那确实就这一个皮肤啊，那你是咋整啊？我也没有别的皮肤，我三昧真火，那皮肤不好用啊。美猴王不返场了，刚才一开始返场的时候没点券，也没个人给我个点券，我挨个问呢，问霸哥有没有点券，霸哥说就100。好闪，你给我买不了，你要能充钱这还说啥了，这不能充啊，峡谷之巅不让充钱。哎，我这周点券的时候没领呢，右边插个眼，他们家是 EZ 加猫咪呀、啊。不是，为啥这草丛溢到这儿来了都？哇，兄弟，先插个眼。买一赠一，这他都不敢打呀！这你如果不敢打的话，那我得杀你。他可能害怕我后边有人，他以为我这么凶，那后头指定是有稻草人，他其实没有，这就是视野，他没视野，他并不知道后头到底有没有人。只要不出提亚马特，出死亡之舞的时间就会多很多。这出完三项再出提亚马特，再出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玩意儿呢？死刑宣告。哎呦我的天，拖的有点大。三项出就不出提亚马特，清线也可以。
小刚子了。我嚣张了，冰女儿依靠着防御塔把我们给杀了，差400块。现在以后出三项就不出提亚马特了，不能又三项又提亚马特，出提亚马特就出黑切，然后再出死亡之舞。我差不多已经给你们整出来一套出装了。能不能给点钱，大哥？死亡之舞了。你们是不是机器人啊？你看现在啊，说一个不带船了的，说一个今年26岁的，说一个这个16000的，说给个波波好吗的，还记得我吗的，打赔钱虎妖出破军名刀的，你看不管他们，我就追踪去了。你别给他抠了，走，咋一直让他抠呢？俺们家这滑板鞋其实也不咋地呀，我这一看呢，给他装备其实没啥用，下路发育并不好。要红可以，其实我也要红的。071刀锋行啊，还带不？其实我们打单带也行，这把也不用非得去杀那 EZ。先带线儿啊！在塔下要传送，这波你们是4-4啊，都没打过，我上高地了。死亡之舞啊，好东西啊。
溜了溜了。大喊我土地老王。这波虽然团灭了，但我们其实是赚的。也不是团灭了吧，死了两个还是三个。我这属于没参团的，我这要一参团直接这战局这就不一样了。希望他们能按兵过急战。完了出错装备了咋办啊，我想出血手来了。你这个位置你敢出来兄弟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操，没打过，这为啥没打过呀？嗯，哎呦，给了吧，不行。嗯，剩的这三个人你们自己看，一个没啥用的猫，一个257的凯隐，加一个282的刀锋，这三个人活下来了。能开龙魂没拿着，埋伏人呢？其实可以埋伏一会，小心点上面啊，小心上面。这波可以抓掉了冰女，不急啊。捡灯笼，这都死这么多人了，就剩个我应该也死，就剩个 EJ 还有那啥了呀，能点过不？这怎么还跳车了呢？哎，烤够，哎，一波能一波吗？好像差点劲。不行，一波不了。大龙吧，龙吧，把大龙拿了吧。这滑板鞋怎么没啥伤害呀？感觉这英雄，英雄伤害有点低。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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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！快打，把大放了。其实这一波是五打四，我个人感觉啊能打，不过俺们家走的话也行。回家出村哥。
我升个16级，兄弟。把龙魂拿了就好办了啊！团下，然后把龙魂拿了。50秒，我从上路走到下路，能走到不？我先把上路线给他带过去，然后过来小龙。这冰女一个人，这冰女一个人开人啊，那也没有队友啊。乱了，对面现在有点乱了，稍微一波吧，不用龙魂了，这用不着龙魂，感觉也可以赢。我们绕一圈过来，把小黄毛杀了。没乐意交闪，非得让我交个闪现。